哎，什么情况啊？不是说那个白鲸少女今天会来参加复活赛吗？就是。对呀，这录制都快开始了，人呢？会不会已经进去了？没有，我刚刚去录制现场看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 哎呦喂，你怎么还在这愣神儿啊？录制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天爵呢？他没来吗？你问问我，问谁啊？他不跟你说了吗？今天过来呀。昨天我们说的好好的，但是现在连电话都打不通了。兴许睡了一宿觉，自己想明白了，心里害怕了，不敢过来了吧？那你快点啊！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？可以完全控制我的人生，是不是让你很得意？我知道你现在肯定非常生我的气，但我做这一切真的都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你在骗谁啊？你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我的项链而已。项链和你一样重要。放开我！ 你放心，死不了。哎，你要是把刀拔出来，那就不一定了。这是感应雷，只要你一动，它就嘣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这么了解我，你应该知道我要干什么。你敢动天爵，先试试。
这个时候跟我撂狠话，我好害怕。叫刘炯，叫我这个名字，我最讨厌这个名字了。我叫云霄翼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受罪的。走了，你给我站住！ 再见了，白夜。也许你不想再见我了。哎。 老师，这么快？啊，上车吧。 放心，来得及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要晚呢。是啊，白夜。你不用解释，我都知道。你知道？啊，他不是一直不想让你参加比赛吗？你没出现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是他要找你麻烦了。不过不要紧，现在你在我的车上，一切。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嗯，天俊，听我说，快从他的车上下来，快！那个风流就是假的。你上次就说傅老师是假，结果呢？ 这个方向，咱们走错路了吧？没错，没错，不是去漫游集团吗？不是，那去哪儿啊？就是这儿。 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你的墓地。
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难道零零幺二他没跟你提过我这个兄弟吗？ 不会吧？前几天，我的身份还是刚刚搬到白森森家对面的科幻小说家云霄翼，但是他们以前叫我星海019。怎么可能？星海019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？那我是什么？ 我现在活生生好端端的蹲在你面前，你觉得我不是星海019？那我是谁啊？看来你还是不太相信。那我问你啊，你喜欢魔术吗？给你变个魔术好不好？你好。 我是云霄翼，我也是云霄翼。你好，我还是云霄翼。现在进了吗？ 是真的，安柏爷说的都是真的，星海019真的存在，他要杀了我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是不是没想到，地球上居然还有第二个星海蔷薇人？ 其实啊，第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，我的身份还是安白夜，上一次在医院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个时候真的是你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就该拿走预言之石，可我没想到你居然已经和他共生了。哎，现在想想，是我失策了。我那个时候。 如果没有心软，直接一刀把你解决了，就不会搞得现在这么麻烦。第一次我失败了，我又尝试了一次。这里得感谢你的好闺蜜白森森，她确实是个不错的姑娘。可零零二，她太过警惕了，寸步不离，一直跟着你。 真麻烦！幸好我发现了新的办法。安白夜说，复活赛也是你安排的。我知道你特别想参加这个比赛，可零零二，他是个控制狂，他不肯让你脱离他的控制，他以为我会在复活赛动手，哪需要这么麻烦？ 我只要让你的凤老师亲自邀请你来参加比赛，你就一定会来。不管零零二怎么阻止你，你都会想尽办法摆脱他，主动投入我的怀抱。<笑>你看看，现在不就是了？ 天君，你听我说，你在看什么？不要回他，他不知道我们有心灵感应，你先拖住他，先想办法拖住他。喂，跟你说话呢，你倒冷静的挺快的，刚刚不是很害怕吗？
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什么问题？你的预言之石从哪儿来的？是我爸的遗物。遗物？大哥，这里有个天大的误会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是这样的，我知道你是星海零幺九，你跟安白夜都是从星海蔷薇来的，可是吧，有件事情你不知道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什么事？其实星海蔷薇根本不存在，星海蔷薇只是我的漫画，你跟安白夜都是从我的漫画里穿越出来的，你以为的真实并不是真正的真实。你杀了我一点用都没有，你搞错了。你意思是，你画了个漫画，而我们是从你的漫画里穿越出来的。对对对。那预言之石不是真的，星海蔷薇也不是真的。你为了拿一个打火机，居然想出这么可笑的借口。你以为我和零零二一样蠢吗？烧死你！完了，彻底完了，现在怎么办啊？安白夜，你在哪儿啊？安白夜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怎么了？本来还想跟你好好聊聊的。没想到你这么不老实，那我也没兴趣了，就这样吧。田螺还是没有来，哎，凤流青也不见了。准确的说，从第一期开始，他就没出现过。你说我这节目是不是就凉了？我是死了吗？这里是天堂还是地府？难道不应该有天使或者孟婆来迎接我吗？怎么回事？我都死了，为什么还要被绑着？来人呐！救命啊！
哟，醒了。我死了吗？你要是死了，怎么还能见到我？饿了吗？放心吧，我要杀你，有的是办法，用不着下毒。不想喝粥的话，拿点啤酒。其实啊，我不是坏人，也没有滥杀无辜的爱好，恰恰相反，我尊重女性，也喜欢小动物。如果你多了解我一些，你会发现，我这个人还挺有魅力的。至少比002强。对于你个人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我之所以要杀你，是因为你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，而只有你死了，我才能拿到。就这么简单。希望你能理解。你要杀我，还要我理解你？好像是有点强人所难啊。那你为什么现在还不动手？因为我想要的东西现在不在你身上。云渊之石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会告诉我，所以我们得等他回来。在他回来之前，咱们孤男寡女共处一室。你说咱们干点什么好呢？我……你要是没什么想法，那要不听我的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这个漫画是从哪儿来的？新海蔷薇的事是002告诉你的吧？不是。怎么可能？难道是你自己画的？就是我自己画的。我肯定是002告诉你的，因为真相根本和你画的不一样。喂，反正咱们现在没事儿做，要不我给你讲讲我的故事吧。我和002都来自于地球，星海蔷薇会在宇宙各个文明选择有天赋的胚胎，继承他们的水晶原石。002，他从小循规蹈矩，而我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超能力。我的超能力是变身，我可以变成任何一个人。可我已经忘记我原本的样子了，因为再也没有了。每天就按照先知的命令，变成别人的样子活着。我不想这样活下去，我要逃离星海蔷薇，我要找回原本属于我自己的自由。可是你不是已经逃出星海蔷薇了吗？还抓我干嘛呀？没那么简单。只要我带着水晶原石，星海蔷薇永远都能追踪到我，除非我死了。否则，这破东西永远摘不掉。当然，
还有别的办法，预言之石可以切断水晶原石与宿主的联系。所以你偷走了预言之石？我有想过，不过在我动手之前，预言之石已经不见了。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说是我偷走预言之石，可我并没有。我成了通缉犯，然后跑到了地球。后面的事情。 都知道了。安白夜不是这样讲的。安白夜是个脑残，别人说什么他都信，却从来不信我。可是，如果你没有偷走预言之石，为什么他会在地球？为什么会在我身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也不关心。我关心的是，预言之石在你身上，而只有他能给我自由。 故事讲完了，回来的东西也回来了。人吗？选什么？选个死法。你可以割手腕、抹脖子，或者自心脏。如果你比较在意你的形象，也可以上吊，或者溺水。不过这两个我不太推荐，因为比较痛苦。 不想选，那我替你选吧。我建议你把眼睛闭上。你喜欢这样，我也可以。对不住了。 小心！看到我了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怕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你是假的。 你们这些外星人太可怕了，做梦是假的，比赛是假的，变脸也是假的。万一现在你还是假的，怎么办啊？你能听见我心里的声音，这个不可能是假的。 放心，有我在呢。
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，每一个孤独的孩子还在仰望着星空。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我可是你的小男人，以后啊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你就是我小弟，我罩着你。我想回家。好，我让我的车先送你回去。那你去哪儿？我还要把他先处理掉。放心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我记得那是烟火划破银河的瞬间，还漂泊在我的心底。他在等待着被万千人倾听。我多希望未来的在家等着我回来。再次与你相遇，在那一刻越过星辰，让你听到我的声音。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不断向你靠近，不需要问从前以后，只要你的回忆留下眼心的脚印。蔷薇的命令肯定不只是把我抓回去，你还要带回预言之石。可天爵活着，你怎么拿回预言之石？你应该让我先杀了他，然后把我和预言之石一网打尽。可是你舍不得，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明白，你和我没什么不一样。我和你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想要预言之石，你也想。我是地球人，你也是。我有情感，你也有。唯一不一样的是我敢承认，而你呢？收到了吗？不承认就算了，反正你也不可能承认。心海蔷薇人怎么可以有情感？有情感的人都是异类，都是罪人，都是叛徒，都会和我一样被污蔑，被追杀十二年。你本来就是叛徒。你看，又是这样，一次一次又一次，每次我戳到你的痛处，你就给我扣个叛徒的帽子。李灵儿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有信过我吗？Thank you.
会带你走了。是，我该走了。站住！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你活着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你从来都很清楚。我不想你把所有事情都藏起来。我想做的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你是要我死掉的？自由本来就要付出代价。你有30秒。20秒，快停下来！10秒，良久，把打火机放下，跟我回西海蔷薇，我会告诉他们，告诉他们饶我一命，然后把我关起来。关多久？10年？20年？还是一辈子？活。4、3、2，林正义，我相信你没有同意愿之时。再见。只要你的回应，留下远行的脚印。